因为这个车，因为您这边在周刊有回应说，就是这是车马费变成人资费、人事费这个东西。那因为您有拆成非常多笔，就2000块、3000块的，那这个部分想要请委员回应一下。我有贴了几个给你们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网军恶搞啦。三个多礼拜前，我看在社群媒体里头就有在贴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截图，我刚刚有给你那个截图已经截下来了。我想有必要我就会去提告，是因为我要帮忙拉政党票，所以我会在中彰投，不管是台中市区、南投、彰化，我甚至都会去。那这样子的一个交通费，应该是说车马费，那因为他们都自备交通，那加油，甚至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一个定点，那所以后来总干事就有请教了会计师，那会计师是说就可以报一次，